าวฉัน你的肚子油越来越多了，小鲜肉已经变成大叔了吗？你做好了，要不要出去玩？你看，每天都坐在家里吃，你看你的肚子油越来越多了，小鲜肉已经变成大叔了吗？你看，哎呦，我刚还想睡觉。开一个罐头饮半只啦，啊结果嘞，没有肉松啦，无肉松通我配啊，真正是特别夭寿嘞，你嘛再振作一下好无？真正是，大家好，我叫金派。讲到我迄个路仔哦，规天闲闲无代志做啦，敢那只耍手机啊，所
剩下的三个半呢，剩下的 FB 的讯息吼，叮叮叮叮，啊，够迄个赖啦，多人多人，唔知登啥花哥啦，啊，够有啦，我就看伊无啥物朋友啊，啊，唔过电话吼，规个咧口口喊口口喊，咧嗨惨好啦。啊，够有够较安尼啦，啊，七早八早吼，终于来我的房间啦，害我吵一条，我想讲吼，警察来冲，结果甲门讲。欸，我好像有点拉肚子，岔气塞呢。我有没有可能是肠胃炎啊？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可能啊？我这个样子看起来像 doctor 吗？阿哥有啦，因啊吼，把岗位挂名吼，我应该提升啊。想要好好吃饭饭哦，那么多啊吼，因看的饲料汤啊吼，康康康，真正真心的甲你邀请呢。你看那我有外可能规人散家呢，啊真无简单吼，开一个罐头恁吃啦，啊结果嘞。没有肉松啦，无肉松通去配啊，真正是特别夭寿呢，你嘛较振作一下好无？真正是恁吼安尼骂人嘛是忝嘛是喙干呢，啊搁讲啥啦？讲吼你吃饭的姿势很不正确，我看得很不爽啊。拍谁吼？我食饭的姿势都一无正确，哪里不正确啊哈？我跟你讲啊，那个超级小的无敌霹雳小花野菜萝卜丝吼，我都挑了出来啦，你不要给我乱加啦。好啦，今仔日就先安尼啦，即摆已经透早四点啊，我要来去叫罗仔起床啊，Goodbye吼。